个瓶子还没加装备，身上大概有20公斤，好重。今天要介绍的是位于山海的雁光礁。雁光礁这个潜点呢，它一样下去是沙地，所以说有山海乐心的曾教练他们团队们在这边绑了一个线，让大家可以辨识怎么样过去，沿途还有花园鳗可以看哦。那我们经过的时候常常会遇到河豚啦，还有这个水母。到雁光礁这块礁石就像沙漠中的绿洲一样，非常的漂亮。雁光礁的深度大约是在11米左右。其实我还蛮喜欢到雁光礁这个点，虽然说沿途需要提的有点长的距离，但是像是我们可以练一下中性浮力，其实是还不错的方式哦。两旁还有花园鳗，其实还蛮可爱的。来到雁光礁，不仅可以看礁顶的一些特别鱼类和珊瑚，千万不要忘记到沙地以及礁石的底部，看看有一些特别的生物哦。让我们来欣赏一下雁光礁常见的鱼群。哇哦，看到一只龙虎石斑鱼，很大只哦。直立碎珊瑚像花园一样的生长在礁顶，还有各种小鱼群，是不是很赏心悦目呢？一哥似乎找到了什么橡木摇铃，过来看看这边有什么吧。三级带油，又称三级高升油、玫瑰龙油，主要栖息于礁沙混合区的礁石上或藻类较繁盛海域，游泳性不强，以胸鳍趴腹停栖。AA 就鬼节图文蠢出，部本省南部珊瑚礁区、印度太平洋有毒限制应急，具刺毒。咦，你看到一对眼睛了吗？其实那不是眼睛哦，它的背鳍卵条部有两三个眼状斑，主要栖息于清澈珊瑚繁盛水域，白天躲在洞穴海绵中。金带拟须鲷，有人看到我吗？旁边鳍裸胸唇，隐藏在沙地礁石下的红鱼，华丽的拳击高手雀尾螳螂虾。克氏海葵鱼，也就是俗称的小丑鱼。哎哎哎，你们在看什么？我也要看。哇，被气泡红上去的中国管口鱼，它脸长得很有趣，好，是不是有点像一个马脸呢？它生活在珊瑚礁区，时常会头下尾上呈现一个倒立的姿态。有人看见我吗？龙虎石斑底加啦，听酸哦，快跑！斑马短鳍梭游停在珊瑚礁上，在沙地放松吐泡泡。回程的时候突然看到蚁球，这是有毒的生物螨鲶，它们时常会聚集成蚁球的捻球。背鳍胸鳍有倒钩毒刺，请小心，被刺到会有剧烈的疼痛或局部麻痹，请就医。垦丁海域山海潜点雁光礁就介绍到这里，拜拜！更多潜点介绍陆续登场。你喜欢潜水吗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“宝贝去旅游”，不定期的上传新的影片，所以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无论是潜水、旅行，或者是美食，通通都在“宝贝去旅游”。